而高雄中油炼油厂关厂后呢，253公顷的占地如何利用，及是不是该保留旧油槽？高雄市长陈菊今天表示呢，不接受中油提出的计划。陈菊表示，中油要保留油槽，市府不同意，要再协商。他说呢，从高雄八一气爆后呢，至今没机会跟经济部针对中油问题来沟通。不久后就要大选，可能中央呢也无心再谈此事，等选后再谈，应该才能具体有效。